来就是我们的状况剧的时间哦。嗯，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玩状况剧是杨千法，很好玩哈，你有看过对不对？有啊，有看过。哦，但是呢，今天有一个重点哦，我们的这个剧很简单，就是呢，我是孟哲的儿子，然后呢，千华是我们隔壁邻居，要来借酱油，要来借酱油，酱油啊，这是大纲哦，但我们等一下。在演的过程中，张东都不可以讲出你我他。哦，那如果讲出来就要滚。哦，在地上就直接打了。对啊，他穿裙子也不好，不方便滚。就是，虽然说我很方便，但是没办法了。虽然说我很方便，但是他没办法，那就不要滚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用打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喽。好。好，预备。Action！妈妈，妈妈，来玩游戏。妈妈，叮咚。哎。开门，妈妈开门，你开门，妈妈在忙。谁开门？打打打！冰龙，冰龙，快打他！打谁？哦、好，妈妈在忙，妈妈在忙。猪头上尉，赶快去开门！开门！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谁？打！是谁？杨千嬅。做什么？过来借酱油。酱油。酱油。家里没有哦。没有啊。去杂货店买啊。身为谁啊？我。哎、欸！讲出来了。没钱，家里没钱。家里没钱哦。酱油。好，去问问妈妈，妈妈干嘛？妈妈在忙啊。Auntie， 啊，要借酱油，煮菜。妈妈在煮菜啊，旁边买，旁边买。干妈表妹，隔壁的妈妈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卖屁股。妈妈，什么叫卖屁股？卖，对呀、啊，长大就懂了，好不好？原来爸爸是卖屁股，把我养大的。把谁养大？然后呢？不说话了。尚伟，何事？你跟他讲，跟谁讲？阿婷，打，打，毛起来打，跟隔壁的讲。讲借酱油，安迪在忙。安迪，妈妈在用，妈妈煮菜在用酱油，所以不能借。不能借你耶？可以。不能借谁？为什么？家里也要用。妈妈没有钱卖，买什么？酱油。骗人。个别煮菜。你谁？再也不说话了。做动作啊！上回你讲，好难哦，这个比代言人更难嘞。不如来说说明天的签唱会啊！明天的签唱会要做什么？杨千嬅签唱会。什么歌？会有些什么东西？我会。谁会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一样重新爱上，爱上谁？要说啊，让重新爱上，好难听的歌名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再告诉大家一次，杨千嬅明天签唱会的时间，下午2:30在西门町。去城市前广场。对，那喜欢他的朋友们，明天可以到西门町支持他。那今天谢谢杨千嬅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段广告。